嘉义县指定妇幼关怀协会请长辈甲幼儿出游，伫芳泽雷蒙园采摘无毒的雷蒙，关怀聪明家庭照顾者干善事。新鲜的雷蒙要来做蛋挞，伫上南社区欢喜烘焙，献上美食，串起一日点油亲子游。风和日丽，出游踏青，嘉义县指定妇幼关怀协会请长辈甲幼儿园来出游，准备幼儿园小朋友在芳水柠檬园采摘无毒的柠檬，摕到手上真水的柠檬，已经快乐地讲剥了两粒。我摘两颗，五颗。我们嘉义县紫藤妇幼关怀协会跟全美幼儿园的一个老幼共学的课程，那我们也跟社区联谊，跟中正大学负责办理的长青活力站，还有一些社区在地的长辈，我们一起在这里办一些活动，然后让他们去采无毒柠檬。那我们的柠檬园是无毒的，是一个家庭照顾者他所栽种的。那他在这边呢，因为他要照顾失智的妈妈，还有精神有状况的女儿，所以我们希望说帮他能够刺激他，就是让他促进他的经济。无毒柠檬是去年底为福部评选出全国关怀聪明家庭照顾者干善事所栽种，回乡并照顾长辈。今仔日老幼相见欢，大家出花滚稻草梗。到社区活动中心做柠檬蛋挞，伫个上林社区欢喜来烘焙，老中青分组做伙做蜂蜜柠檬加棉花糖，献上美食，串起一日中游亲子游。谢谢新闻蔡明东，多纳电台报道。